有时间没有。大家好，今天还是来赶一下早口啊。这几天一直都是钓了个小鱼啊，也不算小啊，两三斤可以收的。怎么这二十家的巨物真难搞？难道这么大的面积没有那么大的鱼吗？啊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，是吧？来挂两根玉米，来呀！毛哥，你的玉米要争口气呀！啊，啊，吃吧。呀，呀，是不是争了？走起！自己的水深啊，有这个六米多深啊。今天没有多少浪，还是要低调啊。低调。这个鱼，这个大鱼啊，都在远处跳，打点过去给它诱过来。嗯、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够了。来点套路，一直打到钩子旁边。这个大鱼是有啊，不过在这个水面炸水的话，隔我们很远。对了，这个杆子太短了，是吧？要搞个十几米的杆子来，什么垃圾？等我上货，上货，不要拉住水面。是底下的，底下的鱼应该大一点，大不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的杆子是挺那个的，应该。超出了你的范围，今天邪门了啊！他开口啊！呀，十家，十家，我看到一点点。哎呀，咦，今天是他先开口。哇，别惊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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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鸡窝啊，别鸡窝！哇，这个这条大，这条大。哇，你看杆子嘞！回来，大哥，你跑远了哈，跑太远了不好玩，跟你讲。我的妈呀！今年终于开了一张，啊！我都钓腻了。终于开了一张大的。我都钓腻了。你钓个毛线了？你天天钓个小的一条哥，看我们钓出来的就不一样的，没有？啊，这一条就足够了。还没有我那条大。这地方站得高，就要用长杆加长线比较好一点。如果短杆的话呢，这个钓大鱼的话就拉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巨物杆，有时间没有、啊？没有时间？没有啊，这脸皮真够厚的。你可以称一下，嗯，这个有时间，有啊，没有，回去称一下就知道了。窝子搅废了，鱼太大了不好了。真的，先撑一下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个就糙啊，放一点。哇，唐岩，超过你那条没有？超过了啊，超过了。超过了，这个十家开外了。肯定十家开外，这个你看，哇，金黄金黄的。你十家开外，来展示一下，展示，扛在肩上。哦，看见没？哇，这个鱼太漂亮了，你看这个颜色晶莹剔透，
宝贝儿。可以了，一条哥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走。就是一条哥。我估计就一条哥。啊，因为我每次来都是钓一条。今天我钓的破例了。我争取来一条。被你带入坑了。嗯，徒弟来了。我又来了。得了吗？我十家的。看一下，看你的十家的是。呀，不错。没骗你吧？你呀。草鱼啊，草鱼没见过世面的徒弟。这里叫什么草鱼？试试看一下啊，不错。装的，那你们服装的，一条哥。哦，回去了。下次来一定要钓到一条就走。名副其实的一条哥。哇靠！一条，我看看啊。好重啊！这个。来。这是小巫见大巫啊，小巫见大巫，来送徒弟一条。徒弟要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，小的。哎，拿那条大的去，我们拿着的吃不完呢。哪吃得完？哇，四条狗的，你看十斤呢、啊。不止，怎么可能合着十斤？十多斤。等会儿加个青鱼用啊。哎，你回去称一下。快把那个鲤，那个鲤，再放那个，那个鲤等鲤。拿个袋子装吗？袋子装，你老是装起来。胖爷，我觉得我们现在那个巨物超网买了，这个、哦、好像这个鱼户又小了。越钓越大了。不要，没那么多开玩笑是吧？鱼户也去买，就这样。这个本来就钓一条就可以出工了，是吧？哟，改名一条哥，一条哥。一条哥。